好，准备隐身了啊！准备隐藏一下哈，兄弟们，猜一下下一个地图打什么图吧，怎么样？嗯，可以，来吧。好了，我觉得，打个大地图吧，还是可以。达伦格吧，好吗？谢谢 KELLY 的比心，谢谢。谢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谢谢。哇，我对不起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他这样一谢，就显得我们三个很尴尬，因为咱三个又从来都没有谢过礼物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我。没事，很好的。之前青雨他是在当着大概十几个面、面说谢谢老公的礼物，谢谢。谢老公吧。场面特别的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场面特别的尴尬，还好你这个在那个人叫做洒水，那个人叫做老公。我的天哪！他就还括号请有感情的念出来我的名字啊！你的名字你怎么臭不要脸？怎么就变成你的名字了？没有没有，我说他是不是名字后面还带了一个括号，请有感情的念出我的名字，然后你就去有感情的念了一波。嗯，我一般都挺有感觉的，念这种名字。那你假如说你要是，假如说我要送你个礼物，你怎么说？我就啪，我送了一个空气，怎么说？你送了个空气，你让我怎么说？你送了空气，你让我怎么说？你送了空气，我感觉。举个例子啊。那假如说举个例子吧，那我送你一架飞机吧，好吗？一坨小橙子送出一架云飞机，你怎么说？云飞机，哈，那我就谢谢我们家一坨小橙子宝贝，谢谢我们家一坨小橙子。这么油腻吗？油腻吗？油腻啊！啊，橙子他说你油腻。橙子，你说这个油腻真的是怎么？你什么意思，橙子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啊，我在说青雨。他模仿你吗？但他模仿的根本就不像啊，没有那个味儿啊，没有那个味儿，哪个味儿？你模仿一个。你让阿团自己来一个吧，好吧，我们就不要班门弄斧了，我们永远不可能模仿到原创的精髓。我不想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害羞。你不好意思是吧？害羞。橙子感谢礼物才是最油腻的，你少来了。你感谢礼物才是最油腻的，你天天跟你姨太感谢礼物，怎么感谢的？你来一趟。我不知道。姨太。你自己怎么感谢的？不知道，信号不是很好。我们去酒庄是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就很正常啊，我就也很正常。昨天也没人送我，有人送我，给你们感谢一个吧。哇，你那个太油腻了，你那个，我要是女的，我都给你送。是吧？来一个，真的，来一个。太油腻了。哎呦，来了。哇，他各种语气词，你知道吧？就整上了，是吧？好，那我来一个，正好有个人送啊。我这么说礼物没事。哇，操，你好油腻！我一下子感觉自惭形秽了，我操。学一下，试这样的吧，感受一下。没有他，我跟你模仿一下他的是什么？他都是先宝贝开头，然后再加爱你，再加啾咪，各种你知道吧？很浮夸的那个。我天哪，我好那个，说的我脸好红啊！我现在我也是分人的好吗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。哦，这样子吗？不过确实，我感觉你好像是有点油腻。